今年以来，我国疫情影响持续减弱，国内镍铁不锈钢企业达产开工情况比较良好，热港镍矿到港船舶也呈现增长的态势。今年前两个月，热港共操作镍矿进口141万吨，而去年同期只有90万吨。伴随着高镍低谷化的发展趋势，我们预期呢，到2025年十四五末，整个镍金属在电池行业的应用由现在的5%提升到20%，那么绝对数量将接近50万金属吨。我们整个的一个生产基本上都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一个满负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样子的话，对我们整个的一个产线上一个安排啊，基本上是从年初包括我们过年的这个期间，我们整个工厂基本上都没有，都是在满负的一个生产。